我不能让这十几个弟兄白白的送死，你懂吗？那我就用我的命和我肚子里的孩子来换柳哥的命。这全镇子几万人都知道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柳爷那老东西的。他看着孩子比看天还大，我到底要看看他是要肚子里的孩子，还是要柳哥的人头。我死就死了，值。能为我心爱的男人去死，我愿意。宋林，哎，快把子苏给我叫回来。哦，狗哥，狗哥，狗哥，这柳爷可发话了啊！你看这，出去。滚出去！把门给我关上，快点！卫狗，哥，他们抓你的事儿我不知道。是柳爷和管家。行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。你也别因为这事儿心里犯嘀咕，我也没怪罪你啊。咱俩是兄弟，嗯。这个鸭子真香。我这肚子都饿了两天了。嗯，你有没有带点干的？你想吃烧饼？嗯，最好是烧饼里头夹着两块牛肉。我，来人，狗哥，过来，上烧饼那买烧饼去，要热的。是。大妹子，你肚子里这个孩子，全镇的人都知道。是姓柳的那个老东西的。嗯。对待这孩子，柳家大院看得比天还大。对。你愿意拿你的人头换你柳哥的人头？你不后悔？绝不后悔。好，那咱们就在柳先生被处决的时刻，咱们救他。唐爷。你决定了？我这次要和姓柳的那个老东西玩一次命，玩一次胆儿。不过，我想借用一下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帮我唐景一个忙。干娘，您慢点。我来看看王柳哥，您坐。云轩啊，我还想救你。太太，救不了我了，那我这回死定了。死定了。只要你告诉我四太太去哪里了，我还能救你一命。四太太不见了？哼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四太太她跑
了。哦，我们都找遍了，已经两天多了，都不见人影。他现在是死不见尸，活不见人。嗯，是你安排他逃跑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是看我妹妹受欺负，我就一心想着救我妹妹了。你这四代的事儿，我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？只要你告诉我，我还能把局给翻过来。我真不知道，就是把这个局翻过来也是死局啊。那我就白疼你了，谁也救不了你，你死定了。你们两个去执行，一个拿枪对准他的头打，一个拿刀对准他的心窝捅进去以后，把他就地杀在位里去。我今天来不是想和你开战，我是来救人的。你是想要你四姨太肚子里的孩子，还是柳先生的人头？你自己决定。柳爷，我是你的四太太，唐爷说了让我来换柳先生的人头，至于这肚子里的孩子要不要由你来决定。你要是放了柳先生，我就跟你回去，你要是杀了他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你傻瓜一个，你还敢来叫板？你看我这儿有多少人呢？这全是我的人呢。云轩，我跟你讲，他恨你，他差点让你送了你的小命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老东西，我唐锦今天赶来就做好了一切准备。你仔细看看，这周围的山上树林里都埋伏着我的枪手，此刻所有的枪口都对着你的脑袋，只要我挥一下手中的马鞭，你和你周围的这些人都得死。唐爷，唐爷，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叫我的四太太，她肚里怀的是我的种啊！你让你的部下先别动手，别开枪。柳总理，出来。带柳先生走。江湖上的人，你怎么放黑枪啊？听好了，把枪都给我放在地上，谁敢动，你们死定了。来，
全把枪放地上，不许开枪。老东西，你先滚，滚，走，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！把四太太叫过来。哎，四太太，柳爷叫您呢。是你跑出去把唐景搬来的吧？对呀，我得替你把孩子生下来，这可是柳家庄园比天还大的事儿。嗯，有种。走走走走走。柳先生，咱们又玩了一次悬的。唐爷，您又救了我一命。不是我救你一命，是你欠子苏一条命。将。柳先生，柳山，你看这把椅子我一直给你留着呢，请坐。坐。给师爷请安。请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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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个屁安呐。兄弟们都把耳朵给我竖直的听着，今天咱们玩了一次命，玩了一次胆儿，但是值啊，太值了。咱们抢回了一个柳师爷，抢回了几十条枪，咱们白风寨这杆大旗要重新树立起来。这位师爷有生杀大权，今后寨子里的一切事情全得倚仗这位师爷了。柳先生，你给兄弟们讲两句吧。好。哎，柳先生，坐下说。唐爷，我还是站着说吧。兄弟们，我来到山寨，我跟唐爷聊了很多，我们聊得很投机。为了能把白风寨这杆大旗竖起来，我宣布一下白风寨的三条纪律：一，不能糟蹋妇女；二，不能祸害百姓；三，不准抽大烟。唐爷，这三条能不能通过？嗯，小三儿是回来了，又逼走了一个柳云轩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你就这么逼一把，你把你手下一个个都逼走了，跟咱们玩命。守好庄园，安排好人。知道了，柳爷。是小四儿把唐景搬来的。是。跟我走。稳住吧。先让这个贱人把那个孩子给生下来再说，这可是大事。我知道轻重，大事儿我比你清楚。唐爷，你怎么冲成这般样？你还问我呀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这都怪你。上次你来白风寨，你手下那个兄弟给了我一枪，你知道吗？我流了多少血呀，差点要了我的命，给我疼的呀。实在没办法，
我的兄弟给我吃了一块大烟土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玩意儿可真神呐，吃了以后就不疼了，这伤口慢慢就好了。伤口是好了，可从此就离不开这玩意儿了。唐爷，你得想办法戒掉它。哼，怎么会不想呢？可是现在如果我戒烟，谁管这支队伍啊？现在好了，柳先生来了，等你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，我就戒烟。咱们还得要重新回到白凤寨。好，我来想办法。我要树立你的威信，助你的威。等什么时候这个队伍你能带了，我就戒烟。好，不过你一定要做好准备。我手下这些兄弟都是砍柴种地的粗人，不好管的。干娘，您笑我呢？干儿子，你是不是怪我了？我没把你当成亲儿子看待。没有没有，干娘一直对我特别好。您怎么跟我说这种话？本来啊，我是想给你一个惊喜，可是我这张嘴啊就是管不住。想知道我为什么笑吗？不知道，不过我想知道。我看见干娘高兴，我也高兴。我知道是好事。什么好事啊？那我哪知道啊？明天啊，我要给你办件大事儿。办什么大事儿？猪脑子吧，当新郎官儿。我当新郎官儿？明天？明天我就给你办这事儿，让你明天晚上搂着媳妇上床睡觉。哎，干娘，干娘。这个媳妇是咱镇上的吗？哼，你就别管了，我都办好了。哎，我谢谢干娘，谢谢干娘。你来了，谁结婚呢？不告诉你，你猜？不告诉我，猜不出来吧？我呀，你说怪不怪？我都能结婚了，管家。黑狗啊，要不我给你写幅字挂在这墙上？行，反正你写什么字我也不认识，不过贴墙上就显得吉祥，是不是，管家？那我去给你找纸去。哎，黑哥，咱俩今后别再掐了，咱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。那么我认你当个兄弟？别别别别，以后你是我叔了，多大的事儿啊，是不是？不掐了。你是不是有事儿找我？你每次都这样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柳爷让你去了，还得去接柳继良店的大小姐。不是，怎么还接她呀？再说你不能去啊。柳爷让你去的。
这事儿还得瞒着你干娘。那我马上就当新郎了，万一我干娘说的新娘子就是她呢？你傻呀？你还想着柳记粮店的大小姐？我不能想啊。当然不能想。你要是真想那柳记粮店的大小姐，你不死定了。啊？我去，我不行，我不能惹我干爹生气。我不行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刘爷让我接你，跟我走。我不去。你现在非去不可。我说了，我不想去。怎么着，我不去还把我绑去了？王八蛋，闭嘴。你在这儿骂也就算了，可你别当着柳爷的面这么骂，别把柳爷弄急了，他会派我把你给杀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把我给杀了？怎么，你真要把我给杀了？你知道我下不了手，可是别人会下手。你知道柳爷要想杀你根本跑不了，这方圆500里全是他的地盘。你听我一句劝吧，千万别把他惹急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没一丁点办法，跟我走。你下次再敢瞪我，我让你稀里糊涂的玩完。放开！乐妈，你今后见了这个阎王，躲着他点儿。黑狗，你每次犯我时候都是冲我来的，我知道。你想让我怕你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谁都不怕。走啊！今天姑奶奶就在这个镇子上弄出点动静来。走。别哭了，哭没用。第一回柳爷说的要娶我，他亲口说的，现在又不提了，他把我当婊子耍吧。我跟你说，柳爷要是不娶你，你要是当不了姨太太，算是把你给放了，你也就能保住命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跟柳爷这么多年了，眼见一个个小美人没命，就像他姨太太死了也就死了。可是自打你跟了柳爷开始，我就开始为你操心。以前我是脑袋挨着枕头就睡死了，可我现在为了你，我连觉都睡不着。大红，我跟你说了这么多话，你好好掂量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个人叫什么？愣娃。对啊，叫愣娃。那小子真瞪我，他眼睛里有凶光。凶光？眼睛里真正有凶光的是柳爷，柳爷的眼神就是笑着，也是阴森森的可怕。人家当然有凶光，那是柳爷。哎，我说算了啊。算了，那些是我花钱给你买的，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不心疼啊你？我看你啊，你真是吃饱了撑的。大伯，我们家有个庙，庙里有一个小和尚，就是拼命踹树，结果他踹了10年，把一棵树就给踹断了。好好好，你接着踹。你呀，你就是个怪人。来来来来，喝了喝了，来干了啊！高兴啊！来来来啊！
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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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黑狗啊，我刚才没见着你，出去办事儿了。没有，我一直在屋待着呢。我今天大喜的日子，我办什么事儿啊？黑狗啊，你也学会说假话了。说，去办什么事儿了？干妈，我真没去办事儿，我一直在和管家叔在一块儿呢。您不信，您问他，叔，是不是我跟你一直在一块儿呢？啊，没有啊。哎，我今天找你也没找着啊，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老小子，你这么阴呢？你们俩给我过来！你们跟我说实话，柳爷他去哪儿了？我还真不知道。干娘，我知道怎么回事。这老小子让我去接柳家粮店大小姐，我不去他还吓我。你这人怎么了？管家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去给我找，看这个老东西去哪儿了。今天可是我干儿子的大喜事儿，我不能扫了大家的兴致。去。去。是跟你说话了。哎，把盖头摘了吧，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。你来嘛。为什么让我来？自己摘了是小寡妇，新郎摘了才是女子呢。我听你声音挺好听的，人肯定长得也不赖吧。你自己揭了盖头看看嘛。哎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佛祖，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，观世音保佑。妈呀！你走错门了吧？不是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我做了20多年的梦，我神也求了，我佛也拜了，我做什么孽了？我怎么娶的是你呢？你走错门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瞧不上我了？看看你那张黑炭脸，掀开衣服是个母的就往上扑吧！切，你现在还看不上我了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别跟我装糊涂，你听不清我说的话。我说你掀开衣服是个母的就往上扑，你别跟我假装听不见。你拉倒吧你，我冲着女的就往上扑，我用不着看你我就知道你是个母的，还挺肥的母的。你走错门了是不是啊？你顶着个红盖头冒充新娘子，你胆儿挺大啊你啊。好好好好，你不扑是吧？我扑。哎，你松手。黑哥，抱我上床。就这么着吧。哎呀，为这一天啊，我脑子里都演了多少回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瞄上的男人啊，他就跑不掉。你瞄上我了？谁看上你了？可是吧，我拗不过太太。不过说实话，嫁给你啊，我没吃亏。那你还往上扑？扑啊，当然得扑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娶了我又冷落我，我就得跟你闹，死给你看！是我的男人，这辈子都跑不了，我就是有这个能耐。太太，我哪能查出来？这庄园里有上百间房子，谁也不知道柳爷他能在哪儿啊。
滚！上转悠，天亮再回。好，大小姐。说说，你究竟怎么了？我让老东西给毁了，他又不娶我了。哎，我说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啊！你要这么踹上十年，我得浪费多少粮食啊！啊！二爷，哦，又改成了甩斧子了。甩斧子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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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好练，磨累了我给你盛白米饭吃。大伯，我大哥干大事儿，我干小事儿。你干什么小事儿？还不好说。好好。来，米饭，来，吃。起床了，干嘛？洗脸呀！起床了。我早上从来不洗脸。以后啊，每天早上都得洗脸，一天啊洗两回脸，洗一回脚，记住了吧？我脸上又不沾狗屎，我一天洗两回。哎呀，你起来洗脸嘛！娶个媳妇还挺麻烦的。当家的，我得跟你说件事儿。那个谁，你别老叫我当家的当家的啊！为什么呀？这个称呼不能用，咱们是当下人的，知不知道？嗯。哎，
让我叫你什么呀？随便，黑狗，叫我黑狗就行。好吧，那我以后啊就叫你黑哥。嗯。哎，我说，我叫什么呀？说呀。我问你呢。丫头呗，大伙不都叫你丫头吗？哎呀，不是，我呀叫小黑。你叫什么？我叫小黑。你是老黑，我是小黑，这个呀就是缘分呐。小黑，老黑，真有说道。哎，老人们都说了，要修行500年才能造化一对夫妻呢。这个呀，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黑哥，在我心里啊，你就是个贵人。我还贵人呢，我哪儿贵啊？我就是个贱人，我打小要饭长大，跟了柳爷之后，我才刚吃几顿饱饭，我还贵人。我不管，反正你在我心里啊，就是个贵人。不饿了，给我拿饭去。嗯。贵人小黑。兄弟们啊！走走走，快点啊，豹子哥，快点快点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是是呀，不怎么，就是个女人，这女人还挺漂亮。是谁？给我滚出来！师爷，哎，师爷。师爷，开什么枪啊？你糟蹋女人，把枪给我放下，别枪口对着我。我把女人弄过了，你看怎么办吧。那我在白风寨宣布的3条纪律是对谁说的？你犯了死罪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杀呗。你把枪给我放下，别枪口对着我。在这个寨子里，只有唐爷可以对我呼叫。刘哥，这是豹子，是唐爷的兄弟。他救过唐爷的命，三思啊！姑娘，你先把衣服穿好，我有话问你。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我把那女的给弄了，你看怎么办？兄弟，你在白风寨一直看我不顺眼。对，我就看你不顺眼。我现在要真的杀了你，你怎么看我？怎么看？哎，我就看高你了，你杀吧。嗯，杀我？你这是在逼我。对，我就是在逼你，你能怎么样？
你向这个姑娘认罪。好，你听着，小美人儿，你真是太美了，我真是太喜欢你了，我下次还来找你啊。嗯，你看怎么样？你向这个姑娘认罪，低头认罪。等唐爷来了，再说怎么处理。你低头认罪？对，除了唐爷，我不向任何人低头。我救过唐爷的命，我是唐爷的亲兄弟小白脸，你要是有种的话就一枪崩了我。兄弟姐妹亲儿爹妈，这辈子不敢大声说话，是去是辱是怨是恨都吞下。你只要记我记得，你女人也敢抢，男人也敢杀，任你手黑金黑一切回家，黑白颠倒人心鬼话，不如有坎坷已经尽到大名的。Bye.